喘口气也是可以。哎，对啊，站着喘口气啊。小心些。你在拍干嘛？没有，他在直播。让他，等下我拍吧。你那个食物比较好用。你先拍你，我跟你换位。那等下拍一下发寿桃啊，录一下你发寿桃。我后拍。你拍照啊，发寿桃。好。我的照片怎么在旁边啊？对。我要放一个月，我明天才要丢掉。好呗。快点，我照片都拍上去。